番区到夜袭街亭。斯文草被曹魏的奸计煽动了，用一份假情报导致整个北伐失败。哎，你说诸葛亮如此可举夺之人，为什么会中计？是抓到祝融了，问他喽。我们下了这么大一盘棋，成功是棋眼。白帝密语天下无双，谁能破解？天下大事，哪有万全之策？只有抓住祝融，才能破解接听案的真相。来，有计划。咱必须带走，解开接听案的关键。死了都得让他活过来开走。你跟白帝联手唱出好戏，西门世家，代价是朕。